啊？点心时间早就过了耶。我觉得我肚子还有点饿啊。妈妈，你最近真的吃好多哦，而且好像越来越胖了哦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这样的话，明天开始你要跟我去公园运动，早上再游个几圈，这样子就可以减肥喽。运动就是运动的意思，走是跑步。对啊对啊，我都有跟彤彤姐姐一起去走哦。早上空气好，运动身体好。运动哦，可是我讨厌流汗，会好热又好渴哦。运动会流汗，所以更要补充水分呢。我们要四嘎流水，多喝水。四嘎流水，那我要喝汽水，我最讨厌没味道的白开水了。妈妈，你再泡下去，我可不想和你走在路上，人家会问我怎么和一串丸子一起走啊。一串丸子，我哪有那么胖嘛。好啦好啦，明天一起去运通去救吧。运通运动，运通运动，走跑步，走跑步。妈妈，准备一下，我们一起去走走啊嘞！好，走走，加油加油！妈妈，我们一定要养成每天运动的好习惯。四嘎流水，多喝水。四嘎流水，多喝水。萌萌，你知道人体有三分之二都是水分吗？三分之二啊，好酷哦。所以啊，我们平常就要四嘎流水，随时补充水分。知道了，四嘎流水。四嘎流水。小朋友，今天教的三个字，运通、走，还有四嘎流水，这样子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张磊亮，张磊亮。